各位網友，現在手上面揸著一包，我已經真到了貨了，就是這個西班牙的牛肉脆片，真是看波一流，記得上開來買東西的時候，真是一定不可以錯過，而且價錢便宜，39元而已。似吃西班牙那些Parma Ham， 但是是牛肉來的，牛肉脆片，吃到最尾那幾下它最正，是的，很正，而且是便宜的，你不要看那麼細包，都很多的，送紅酒一流，紅酒、啤酒，啤酒就當然啦，可以買我這個原漿的青島原漿啤酒，我上網看過，當然要便宜過人，我決定後來就，我不記得我標的價格，98.99一樽，一箱就6樽，一箱就是499，即是823元，全港應該是最便宜的。我覺得如果喜歡喝啤酒的朋友呢，其實我們上次一喝應該都好喝的，但是 有些酒徒在這裡，就是包括我們正神水的男仔，還有13他們喜歡喝酒，即是懂喝酒，他們起碼說都說很順喉很正，我覺得很好喝的，大家可以試一下這些。如果呢，我上淘寶看他就賣80元人民幣左右，淘寶，咁但係如果你去到青島本廠，只180元人民幣喎，咁都理解到嘅，你永遠都係啦。你去到人哋間廠，即係我哋帶你去啊，你睇啲咩咖啡城啊，啊睇啲咁咩地點啊，咩深融海味城啊，咁梗係要出鳩你噶啦，啱唔啱啊？咁而家你大家99元一支，咁如果買6支咧一箱咁樣咧，就係499啊嚇。咁啊試呢一個牛肉片一流啦啊！我食呢個牛肉脆片咧，好愛食牛肉乾，牛肉乾有時咧食得多咧，肉乾咧。都要滯啊，唔覺。OK， 咁我咧係極度中意食肉乾嘅人嚟嘅。好啦，呢年我最中意食嘅肉乾咧，好撚奇怪喎。咁我死鬼老母就知啦。而家有啲人有啲朋友都知嘅。你懶係好撚勁嗰啲咩味噌香啊、燒撚到又好撚腍唔軟啊，我唔撚中意食嘅，都會食兩嚿咯。食硬啲嗰啲。我中意食。是柴皮乾的，即食完隻手呢都不用洗手，捽個紙巾就得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意思，即反而那些舊的南貨店呢，成硬啊，就在那裡夾你，然後停，跟住他跟你磅，即改中了，你知道我哪一隻啦，喂，那些很正，再不是再 cheap 啲，我還喜歡吃，但現在難找了，以前有些網友呢專門找給我的， OK，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，那些叫什麼肉脯啊，一毫子包，可能現在1-2元啦，是薄諗到咧，有個袋，有個透明袋袋住嘅，咁諗大塊嘅啫，好諗薄嘅，好諗硬嘅，上面有個紙嗰啲釘書機咁樣，咩肉脯啊，以前即係佢唔係肉乾嚟嘅，佢直情好似真係紙咁撚樣嘅，好諗硬嘅，但我又好諗中意食嘅喎，真係哇！我而家諗起都好想食啊，屌唔知邊度有賣嚇 ，OK。好啦，我哋賣下廣告先。幾張相啊？賣廣告。好啦，第一個我哋真係一定要賣廣告。魚湯33元，你哋真係要拎買嗰個翻去試下。最簡單嘅咧，就咁加一份水，你自己調味啦，落姜落鹽又好啦，點樣啦？Otherwise 其實就真係愛嚟咧，我就自己越整越多嘢。我叫我老婆咧，喂，屌你老尾！甚至乎我已經係要落指示啦！你佢呢排又少翻工，我不如屋企煮定飯，我翻嚟食。我真係食到我真係唔知食乜撚嘢喺個街度。食湯飯。係啊，咁呢個咪好撚掂咯嚇！喂，這個、呢個咧我已經諗到個美讚啊，就係、是、咧我嗱我老婆上個禮拜做得唔錯嘅，去買啲芫茜皮蛋同埋魚片，魚片有得咬下啦。但係跟住我一食，我話唔撚對路。屌你嗰度話啲魚片你滾咗幾耐？佢滾咗15分鐘。我啲魚片咧，我費事出聲啦。魚片啊，係食魚蛋啲魚片定係鮮魚片？鮮魚片，啲魚片咧，因為你熄火嘅時候先擺落去都未遲嘅，啊！屌你，佢硬撚曬，硬撚到屌你老母閪，打落地下會彈翻上嚟嘅。咁但係佢本身個魚湯好夠味啊，好夠魚味啊。OK， 咁我咧覺得咧，喂，直情可以落埋啲番茄薯仔，咁啊直情番茄薯仔煲魚湯咁樣咯，好撚掂，33元啊！自己如果加咗兩幾倍水咧，自己落幾粒鹽咯。OK 噶，聖瓜粉絲乜都得噶 ，OK， 好再去。嗱，呢個就由先我介紹呢個西班牙脆皮牛肉片啊，哇真係好撚正，我成包食撚曬。通常食呢啲嘢最好食就係咩咧？最後嗰住倒落個口嗰住，真係好似我食同星即食三面啊，或者統一碾撚碎落埋嗰包粉啊。最後咧，即手指算埋，哇呢個真係好撚好食，特別咬到尾。咁中意你唔食牛嘅朋友，我講啦，如果食牛嘅朋友咧，可以買包試下，同埋價錢。非常的咩啊？39元 ，OK， 好再去。嗱呢一個啦，原裝的啤酒，嗱頭先講過噶啦，1公升裝去到青島飲180元
哎，點解飲唔翻？而家有機會飲得翻啦，順喉嚇、啊、滅活。OK， 好啦，佢係賣98啊，好似98蚊定99啊，我真係唔記得，我叫阿十三，我全部錯噏嘅。嗱，買夠五樽，買夠一箱咧，六樽就499，即係為80幾蚊一樽。咁如果中意飲啤酒嘅朋友，你唔使一定買一箱嘅，你買一樽試下，包你哋話，哎，好撚嘢，連我都咁唔係咁飲酒嘅人，我都覺得非常好飲。如果唔係，我唔會翻呢啲貨噶。原漿咁啊，98蚊啦。好，再好啦，卵殼膜都要講下嘅。嗱，記住啊，每樽卵殼膜就每一日食四粒嚇，一個月嘅份量就等於食咗幾多隻雞蛋啦？32隻雞蛋啊！嚇、咁我都唔識理解32隻雞蛋嘅營養有幾撚犀利啦。咁啊，對啲老人家個關節啦，同埋啲皮膚啦。有莫大的裨益，每一樽就599蚊，買夠六樽咧就399，啊唔係，買夠六樽就539，話賺啲奶撚嘅嘢。但係如果咧你用399蚊買我哋個波野醬咧，咁可以499啊，再平多四兜嘢啊，就可以買一樽卵殼膜噶啦，啊咁啊大家把握呢個機會，仲有冇想？冇想咧？